我们可以翻到我们的书第十二个记号，中文它怎么形容？有没有？最后一个，你们的可不可以一起来念？请。好，这是基督徒的行为，可以说一个基督徒的一个生命。他的十二个记号，第一个是从最内心谈的是，你有神的灵的内住，有一个属灵的，有深深的一个说不出来的一个改变的，有点直接经验到在我们的心神的工作。以后他慢慢的往外走了，他呢是从第二到第五个记号，比较还是别的人看不到的事情的，看到人是开始爱上帝，因为他是圣洁的，很欢欢喜喜的，一切圣洁的事是讨厌一切败坏的事，看他的败坏讨厌他。那从第七个记号说有本性被改变，我们的个性，这个有一点多可以看得出来。第六个记号是我们变谦卑，以后第八个记号是开始怜悯人、赦免人，有耶稣基督的温柔的本性。第九个记号说心里是很柔软，在神的面前。第十个记号是这个影响每一部分的我们的生命，因为整个本性是改变的。第十一个记号是说，虽然我们是进步，会继续科目更能够进步。这个有从第六到十一个记号是你的个性会被改变了。和第十二个记号就是行为，是看最外面的，看人所做的。他在第十这本书说，圣经最强调的就是这里的，我们认识别的人，我们认识自己，是透过我们的行为。他是整个讨论的中间，他要说我们不可分开我们的内心的感动的动机和我们的目标和行为，所以他不再讲了，就是外面他你外面做一些事情，我们认得自己。他的意思是，我们人行为是包括你我们为什么做我们所做的，我们有什么信仰，我们有什么动机，我们爱什么和因此做什么。这个会看到人我们自己的心，他会谈的不是我们在教会有什么样的经验，在崇拜有什么领袖，是最能够帮助我们认识自己或认识别的人。我们认识自己、认识别的人，是透过他们的信仰有没有改变他们的生命，看他们有没有活出来他们的信仰，我们才能够是判断。这是神的灵的工作在别人的身上和在我们的身上。所以他把第一次说一些事情我们讨论一下，但是前面的十一个记号若是真的，就是带出来第十二个记号。第十二个记号就是前面的十一个记号的最可靠的记号。你心里面是可以说我很爱圣洁，爱超过一切的事，怎么知道？看你有没有在你的行为实在的过了，做圣洁的事很快快乐乐的，做败坏的事很难过，因此就
很努力要活出来一个圣洁的一个生命。可以了解他的意思吗？我们谈了我就认识别的人，我们透过他们看他们怎么活着的，有什么果子，我们认识自己，看到我们在特别被试探或操练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结果，你才可以有确据在神的面前。好，这是基本的，他讲了一百页都是讲了这种 的概念。他先开始要我们的明白什么是基督徒的行为 Christian practice。 他给我们三个特色，这个可以说是这本书的比较严格 的部分，也是我们要知道是我们的清教徒的特色。他说有一个基督徒的行为是一，我们遵守一切的神的神的命令，一切的神的命令，就一切的神上帝的神命没有完全遵守，因为我们都是败坏的人，但是没有任何的命令，我们就是说不，我就是要活着在罪里面的。一切的神的命令 不光是说要做什么或不做什么，是并我们生命的目标，因为我们是继续奋斗。第二件事情他说，这是并我们的生命的一个基督徒的生命的目标，努力在做，就是在遵守神的命令。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我问你的生命在做什么？在做一个基督徒，不会说、哦、我是一个要做世界最有名的篮球 的人，不会说我是这个世界，我的目标就是有一个好的家庭，有快乐的过的日子，不会说我们的目标是任何的别的事。满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目标，我们在一直努力做，就是要遵守神的旨意。从早上到晚上，你想做什么？一个爱主的人，就是要侍奉他的主人。以后第三个是，这种的态度会继续直到我们离开这个的世界。他说，圣经都有这样子形容耶稣基督的门徒。说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代表你要关心他每一个命令，这是比你的最重要的事，就是做他的门徒，因为继续做他的门徒，直到离开这个的世界。三个他点，一边是连在一起的，一个人是说，我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只有一个我不愿意遵守，是那个的不可拜偶像，因为我是一个我父母是佛教徒，所以还需要拜，别的我都可做的。爱的娃子会说，你是生命出来，你是没有重生的人，你会不会说我一辈子要做一个基督徒？我说一辈子我的目标是要做基督徒，可是这个的关于拜拜节点我不做，这个人是不是他一辈子的目标和他在努力做才遵守耶稣基督的命令？不是，他也不会投入到永远，他到一辈子做这个工作，他连开始都没有开始。我们的这三个都是连在一起，他给你很多的经文，可是这些经文几乎可以在三点，你不知道他谈的是哪一个。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三节说，每一个人若有这个的目标，他就有这个盼望做什么？接近自己。任何的人有这个盼望，这个的信仰，他就是要作为基督徒得永生，认识上帝是得荣耀，他会做什么？接近自己的。若不接近自己的，是不
有这个目标。耶稣基督一直在强调跟他的门徒们， 你是我的朋友，若你做我所命令你的事，对不对？ You're my friends if I do, you do what I say。 我们来红恩堂听第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五章第十六章充满了这种的话语的。你不可说我是耶稣基督的朋友不做他所说的，这个有点基督徒是很特别。 我会不会说我是孔子的门徒，可是不想做孔子所 教导我的事，有点是你可能羡慕他在一些地方，但是你不会说他是他的门徒。我们的他拿出来很多的例子，耶稣基督说一个手若让你犯罪，最好是做什么？切掉，免得受审判。他一谈的是一个行为，有一个你所最爱的要把它切掉，因为你不可说我在许多的地方是愿意做基督徒，可是在某一个地方我不肯做，盼望有进入天。这里的喜怒是喜怒，是做的不错，就是一个事情他有点不太肯做，是什么？他的哥哥的太太他不肯离开他，没有任何人说他是好的一个犹太人的。我们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就是说是没有个 小偷可以进入天国，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吗？我常可以别的命令都遵守，可是还是要做一个小偷进入天国。没有人可以服务两个主人，是什么意思？一个主人就是变钱或一个工作或你这个或那个，你可以服务他和服侍他和服侍上帝吗？不可以，不可以，是不可做的事。圣经一直把我每一个圣经里面的基督徒的门徒是把他的生命投进去，是不是？彼得有没有投一半的生命出去？保罗十二个门徒可不可以投一部分的你的生命进入要跟随主，一部分做别的事？圣经是不如此说，一个基督徒是都很容易遵守神的命令，不是？所以他常常提了，是我们要奋斗，跟自己摔跤，跟别人摔跤，要进入天的国要用暴力。圣经就是这样子说，路加福音第十六章十六节，什么意思？那个的要抓了他，要事实上也可以翻译攻击天国才能够进去，意思是很多的事情要抓了你，留你在这个的世界里，可是我们就是勇敢的把一切事情放下来，为了我们可以 得永生。谈到这个的做多久，整个圣经是告诉我们是必须忍耐到底能够得救，奋斗到底才能够得救，在神的面前的。也可以说圣经里面这个的第十二个记号是把它简单的说是信心是救了我们的灵魂和改变我们的生命，两个都有，对不对？不可说我有信心可救了我的灵魂透过耶稣基督的世界，但是没有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误会路德的意思，若我们这样子听，路德说信心是一个大有力量的事情，在我们的心里面是一个有改变我们 的信心。我们可以说是清教徒的教导是我们的赦免，我们预先和好，我们迁移跟我们自己的行为无关，都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要有一个绝对的
的现在那边的，跟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必须上一个税礼，是承认我们不配的，求神的赦免的接纳的怜悯。在神的面前，人是不算什么。但另外的一部分的圣经是告诉我们，信的人跟不信的人会有在神的面前不同的行为，不同的果子。有的时候我们自己看不到，但是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有麦子有败子，没有这个事情有相信的败子，有这个的羊绵羊，有这个的山羊，没有这个的相信的山羊，有没有？都是因为信变绵羊，在神的面前的。爱德华兹基本的在第十二个记号要证明两件事情。第一个是我们先判，我们判断别的人的属灵的生命。当然我们不见，我们是没有什么理由来做的，可以这样子说，是我们是不有的时候不得不有一点提醒自己，哦，这个人看起来有个危险，但是我们不认得人的心。有的时候牧师有这个责任，选择一个长老，选择一个执事，有人看这个人到底是很合不合适的。同时就知道我们判断自己够困难的，别的人真的很困难的。一个他会说，你认为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人不好的基督徒，你的经验不多了。因为是有的时候人是有默默的一个困难在他们的生命，他们还心里还在奋斗，可能十年以后会得胜，你很难知道。但是我们若要谈看谁是可以做教会的带领的人，我们要跟随谁，我们要看行为，这个的不是看别的事。我们不要说一个人是因为他自己谈很好听的见证，哦，很伟大，看他的见证有没有在他的生命里面改变他的样子。改变他的样子是什么？就是要看全部的这本书，不代表他是比别的人圣洁，是比别人谦卑，就自己知道他是个罪人，是耶稣基督温柔的心，有很一个软的心，对不对？但是这一切的事怎么知道一个人心里很软？你就是看着他做什么，不是跟你见证他很大的被感动。我们要判断别的人的属灵的情况，就是从他们的信仰有没有改变他们的生命而判断他们的。我们不是看一个人是在教会流泪，我们看他流泪有没有带出来一个悔改，改变他的样子，都就承认错了，很难过，继续去没有改变，没有什么用。在神的面前，可以看了，在圣经里面，你怎么知道亚伯拉罕有信心？你怎么知道？最后怎么知道？因为他把以撒献上在这个的地方，对不对？就看在他的行为里面，你会看到他有信心。你看全部的旧约的人，我们这样是判断他们的，因为他们的在被操练的时候是愿意选择神的路，我们知道他是充满了信心。摩西因为离开埃及，对不对？放下来这个的生命，要跟神的老百姓说这个的连入怎么说？我们知道他是充满的信心。约瑟在他的生命里面的，他逃走这个的法老的这么他的
拉班的太太知道他是爱圣洁的。我们看一切他做的，你才判断他是好的。有人有什么好的话语是好的，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是保罗关于提摩太怎么说，他说他都是讲了 很关心我，不是，他说在我有需要的时候，我发现别的人是都谈得好听，但是最后几乎只有提摩太愿意做什么，服侍他，像一个儿子服侍一个父亲。腓立比书第二章21-22节，雅各书是特别强调这个的，他说你们有信心，说有信心可是没有行为有用吗？没有用，是透过人的行为你看到他有信心。他是不是一辈子他会说是要脱离败坏的事，很关心寡妇和女儿，这是他的做什么，你会看到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基督徒。所以我们的就是要看出来人在那个的行为是如何判断人。你可以这样子，他有另外的一个说法，他要强调，他说有两种的情况，有一种的情况，你被感动，但是不需要做什么。不需要带什么十字架，不是就是可以赞美，就是比如说在崇拜的时候，你心里被感动，你就赞美，这非常好的。但是另外的一个情况是，你圣经会说我们被考验，可不可以了解这个意思？实在的需要做一个决定。我周日是不是要工作，或是要来崇拜？我是要选择好或选择坏？那个时候，你真的看得出来人的心是如何的。是这个圣经都是常常谈这个的，要上帝考验他的心，对不对？看他在这个的试探和试炼底下做什么。我们就是看这个人是如何，约伯也是如此的，对不对？在考验的时候，他没有自卑了神，我们看到他的理性。他谈的是对别的人的判断，我们就是要看他们的行为。当最清楚的话语在哪里？马太福音第七章说，我们怎么认得他们？的果子，我们认得他们。从他们的国子我们认得他们，这很大的一个智慧在里面。他说一边是理性会告诉我们，哪一个仆人，哪一个 你的一个老板有那个仆人，哪一个比较有价值的，是那个的谈话谈得好听，或做主人要他做什么，哪个是爱他的主人。圣经就是这样的故事，有的时候心情不好说不听，可是后来想啊，还是我老板好的，我去做，这个有价值在人的面前，不是我们讲的是什么。这个第一个事情他提是认识别的人是透过他们的看他们的行为。第二个事情他要证明是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要看我们做什么。可以说两个做法认识自己，一个是内心的直觉，我感觉我很爱主，我感觉我很喜乐，我感觉有盼望，是好的。但是另外的认识自己是看我们在被考验的时候，在困难的时候做什么，哪一个比较可靠的方法认识自己。第二个他用六个事情要证明，因为当时很多人会觉得，哦，他们听头是一个记号，我觉得我有。他说的是真的要知道你有没有，看在困难的时候，在有一个
实在的要搭一个十字架的时候，要做一个决定，你做什么的？这里是认识人，他不再说他没有把第前面的十一个记号和第十二个分开，他不再谈一个人出去就是好的行为，不是基督教的行为，他谈的是这个人是心里有深深 的经验，有这个爱主爱圣洁，有一个认识罪自己的罪，有个谦卑的心，是一个知道自己被赦免，所以愿意赦免别的人，有一个人的心在神的面前。他不再谈做完美的人，他谈做一个像前面所讲的，可以说这些事情都是还是个性，但是在这么最可靠的方法认得你有没有这十一个，看这十一个有没有带出来第十二个。再给你一个例子，你可以了解。有人说，哦，我大大的得了赦免，我愿意赦免别的人，我愿意赦免别的人，这好了，对不对？但是真的要知道，你愿不愿意赦免的人需要什么？被得罪了，对不对？你有人很深厚的得罪了你，你才知道你是不是愿意赦免的人。人都觉得我愿意赦免，什么人都愿意赦免，因为我都得了赦免，我就是要赦免的。可是那个是不是最可靠的？最可靠的是人偷你的东西，对不对？你生气极了，以后你开始跟你自己奋斗，你是不是认为你比他好？你又看你有没有看你自己也是败坏的？你从这个的信仰知道我不比他好，我就是得了恩典，你开始愿意怜悯他，有耶稣基督的心如心，你这得了一个大的确据在神的面前的。我们可以一起来念约翰福音的约翰一书。约翰福音和约翰一书是谈最多关于我们怎么认得我们自己。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我已经应用这个经文。我们可以看一些别的，我们从那边开始。约翰一书第二章第三节，好，一起来念清。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哦，对，这我还没有用这个，这是很有意思，对不对？他没有说我们直接知道我们认了他，我们怎么知道我们是认出他？遵守他的命令。第四节说认出他不遵守他的命令是说谎话。第五节，但若一个人是听从他的命令，神的爱就是在他里面。这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认了他。第六节，我们或者像耶稣基督所活着的。他在那个时候教会已经有冲突，有一些人是做败坏的路，他说不，这里可能不再谈整个生命，这个谈了在这个的教会很大的时候失恋的试探的，有人要带你到一个错误的，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认了他，我们还是爱他，要听他的命令，要做这个的正确的路，不跟随当时的一个一段。好，他花很多的时间用六个证明，是在理性和在圣经里面的，是我们认得我们自己，是在我们有生命里看我们怎么活着的，面对这个的整个生命，我们才更很深厚认得自己，不是在我们崇拜的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什么的感觉的。他先说这个是理性，是告诉我们，我已经开始跟你讲的是整个圣经我们怎么认的人都是透过他们的行为，对不对？保罗有没有很伟大的？因为他爱赞美吗？怎么知道他是很伟大？
为主受了苦，对不对？愿意受任何的苦在他的生命里面的，但我们才知道他爱主。我们整个圣经都是如此，我们的旁边是如此，一个王有两个仆人就是如此，是透过他做什么在困难的中，这是一个事实。我记得有一次我都是突然的记得这个故事。我们在我有一段时间在黑人的一个教会是来做这个的有点宣教在那边的，我读研究所的时候。以后当时他们有一个公司要给那边盖一个超级市场，我们都觉得对附近的人好，也是对人可以工作预备这个的工作好，后来都是好的。但是也有人反对，因为我可以跟你说，因为这个的地方有点靠近一个有钱的人的地方，那些有钱的人不要任何的黑人靠近他们的地方，因为是怕了会有坏事，所以变很大，上了电视，我自己上了电视。我就是在那边的，我代表教会，突然那个人跟我面谈，就说为什么来这里？我就是在想了，我就是支持他们盖了这个地方。他说为什么？我解释了为什么。以后隔一天，我进入看我的研究所这一些的博士班的人，他说：“哦，昨天晚上看你在新闻里面的。”他们说什么？我猜就到你是关心到这个的，黑人的。对不对？因为是你没有关心到，你也不会出现在电视上面的。他们有点这个味道，以前我知道你说你在做，可是现在我们知道你真的在做，因为我们看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不是很好的例子，可是可以说透过人的做什么，你开始说比较深厚的认识他们。圣经也是在每一天 他用六个，我已经开始跟你讲圣经在强调这个考验，对不对？上帝是考验约伯的书，上帝是考验亚伯拉罕的书，上的心，对不起，的心，上帝在考验耶稣基督的心，他的 mental 被考验试炼，这是很强调了。透过这个试炼，我们看人的心有什么样的事。也是圣经是直接在大概五个地方说，信心若没有行为是不完美，信心必须有行为，它变完美了，在神的面前的。也是圣经是有直接跟我们讲了，是我们怎么认识人的心，是透过他们有没有行为，认识我们的心透过我们没有。有没有的行为。好，这个都已经谈了。他最后的例子几乎到这段的结束。他是说圣经每一次形容审判的日子是用行为说谁会得救。他没有说，特别是谈上帝分这个的人，他没有说我分在右边是信耶稣基督，在左边是不信耶稣基督的人。圣经会说信耶稣基督的人重生得救，会很大的改变，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跟不信的人是不同的。所以神是按着生命而分开。有没有？有。启示录第二十章第十二节说，我看这个的时候，神打开一个书，看每一个人所做什么，以后因此判断人。有名的是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是的善羊和善和绵羊的，他们是一批是爱自己为自己而活着的，没有关心到这个有需要的人，别的人是不知不觉活出来一个耶稣基督的样子，一个生命。这个是圣经说
彼得说我们都要来到神的面前，常常说按照我们的行为受到我们的结果的。每一个地方圣经说上帝怎么分开他的老百姓，是看谁是听从他，是跟随他。那这里是你们自己考虑，你会去看是审判是不是按照人的行为。有不同的基督徒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说要小心，你的神学会骗你，人会自己用推理，是我们隐性权利，这是完全正确的。所以审判的日子就是说 JP 行 JP 不行，就是分开。非基督徒会觉得这太不公平的，会不会这么简单的吗？你跟他说没有担心，你不需要担心，因为是两个事实都是存在，有信主的人是能够得救，不信主的人不能够得救。同时间是先是按照行为会分开，没有任何人完全，没有说是因为行为有什么功德可以得永生，不可能的。但是会实在的有个差别，从理性的来说，一个有神的灵的内住被神灵改变了，一辈子有神的话语，为耶稣基督为你祷告，有神的教会，有这个一切的恩典在你的身上，一个非基督可以活，非基督徒没有这些事情可以活出来一样好的一个生命吗？是不可能的事。有很要做分析，按照圣经的分析，有的人可以外在的做很有秩序，但爱德华兹说越外在的好，有的时候越内心的败坏，越骄傲越是有这个的看自己为比别的人好的，看别的人的刺，怎么说眼睛的刺，没有看你自己的眼睛的什么良目。我们的两个都是一个事实，我们是因信心谦义在神的面前的。这些经文如果你听我都谈了，都是谈你怎么知道一个神的灵，一个人是充满神的灵。我不说你怎么可以有资格或确据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是要靠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圣经都是谈在神的面前我们是因信前义，因为得了赦免。但是同时间是说信的人会有不同的行为，这是历史上的基督教的教导，这是历史上的基督教 的教导。这是爱德华兹会讲的比较深比较完美的。每一个事情教导在圣经里面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脱离邪恶，帮助我们有动机为主而活着，帮助我们得福。若我今天晚上是说跟你说信，你可以因信称义，但最后一个罪，比如说你跟你的男和女朋友同居，这里是神会怜悯还会得救，这个会帮助人脱离罪吗？会帮助人想哦，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可能有一点的可以，我们英文说可以有你的蛋糕，带你的蛋糕回家和吃它，这很难说 You can have your cake and eat it too 这个名同时间我可以有吃掉我的蛋糕和带他回家，那这不是的，有一个或 有第二个，这是一个例子，但是有许多的这种的例子。圣经的教导是为了帮助我们脱离这个的邪恶，和这是神的，一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白白的得了恩典，永远靠着赦免，每一天像一个碎粒在神的面前，同时间要提醒我们这个，我们要提醒自己，这个不代表我们可以活在罪里面的，还说我们是重生得救，这是不是神的做法。
这样子会给我们鼓励，是要脱离邪恶，为主而活着的。好，这里是第十二个记号，他也做一个，要说有人会有两个抗议。第一个抗议你比较有提提出来 ，I object， 不可能这样子。第一个你们很难了解，因为是那个时候他们被教导，若你要确定你是重生得救，你要看你的属灵的经验。他们说这样子，你都谈行为。我们被教导，我们要看我的属灵的经验。爱的娃子，可不可以了解这个意思？他们在想看属灵的经验，是看内心的东西，不是看我们的行为。爱的娃子说，你的属灵的经验是也不可跟你的行为分开。我一直说，我不再谈你做了什么，好像是一个没有心的。我去把钱从我的口袋奉献给人。我整个属灵的经验是看你为什么做，你有什么感动，你是什么心态，你和你的行为是连在一起。他就是在说的是最宝贵的属灵的经验，是你是在做为主做神做一些的事，不是在教会崇拜。一辈子要想了。有没有这个经验？我盼望你都有的。我实在的做一些的，很为主做重要的决定。后来得了有点缺据，神就是在我的身上在做他的工作。我可能下一个决定，我本来有个机会，有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不知道是工作或别的，但是我看了这个的是得罪了神，我决定一个人看不。没有看重的一个工作，为了可以做神的事工，这种的决定在你的生命以后来会给你一个大的帮助。而那个是属灵的经验，最宝贵 的经验，是你的内心加上你是在做一个选择。所以他说的两个都是个事实，我们要看我们的属灵的经验，但是特别要看这个的有行为在内，而经验带出来行为的。第二个辩论，他人很快说爱德华兹你是律法主义，那句话就是律法主义，我不管你怎么想的。爱德华兹说这个不是律法主义，因为我没有说我们的行为是被接纳，因着行为称义，因着行为有功德，我承认我们的行为永远是像一个税吏，是好和坏的都混在一起的，不是神可以接纳，不能够教我们与神和好。我们永远靠耶稣基督他的十字架。我就是说这种的行为是你有没有心里很深厚的被上帝感动，爱主爱圣洁，有看神的灵的内住，要看你怎么生活。所以是还是谈一个记号。他说若你这样子抗议，你应该说十二个记号都是如此。我为什么要看我有没有谦卑，是不是律法主义，所以都是如此的，都是谈的是一个有什么样的果子，有什么样的果子。圣经就两个很伟大的教导，是觉得我们你没有听过，今天可以考虑。一边我们是完全白白的靠恩典被赦免和被接纳，我们在主内。第二边是这种的经验会大大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会活出来一个自己有的时候不知不觉爱主的一个生命，对不对？那个的绵羊怎么说，他想我做败坏的，我什么时候是看到你没有喝没有吃没有穿，不是自己感觉到，但是实在的信主的人会活出来一个不同的一个生命。圣经有这两个教导。他最后做一个结论是说我们是因信称义，但是这个的信
恩典是大的改变我们的生命。以后若每个基督徒有受到这种的思想，人会看到我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我们的天上的父，天上的父。好，这是第45分钟，你听了五分之一的这本书，第12个记号，那个的，对我来说是，我觉得给我一辈子很大的一个帮助，盼望给你一个帮助。一边是知道要靠恩典在神的面前，第二是什么？永远不说我可以犯罪，因为我靠恩典没有问题。你了解这个意思吗？永远不可以跟自己说没有关系，我继续活在罪里面，因为是关于恩典。恩典会让我们爱圣洁，恨每一个罪，有的地方比较弱的，但是恩典会让我们做什么？耶稣基督的精兵，跟我们自己一辈子奋斗，有一个荣耀的一个盼望。OK， 好，我讲到这里，要不要问什么问题？我们的没有，就我们以后有一些报告，有这个的分组的时候，你可以讨论任何的跟这章有关系的。但是可能特别思考的是，是不是什么意思的？透过我被考验的时候，我看我怎么做的是最好的方法，认识我们的心，就是讨论这个，不是坐在这里想，哦，我很爱主，我很，你可以讨论他的意思，讨论有没有什么的自己的经验。OK， 好，谢谢，我把时间交给你。